你举啊。先这个是什么酱？那个是红油啊，辣椒辣的红油啊。那个是鸡，啊，那个是洋葱，那个是薯，薯仔，马铃薯，土豆啊，啊，土豆。那这个鸡买回来切块，然后要做什么？我用一点点盐巴、胡椒，嗯，把它拌一拌，嗯，好，盐巴、胡椒就好了。放多久啊？没问题的，10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很简单的，好，好。那么刚才那个洋葱呢，我已经把那个油爆一爆，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把那个红油放进去。没，爆一爆那个先。没呀，红油啊。这个我忙忙活。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买的？自己做的红油。哦，上做辣椒油是吗？是啊，没拍，下次要拍一下。啊，我们现在把那个红油，把那个油再爆一爆，爆到它的香的味道出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拉，我们今天的大盘鸡，我婆婆，我公公。好了，现在的香味已经出来了哦，那么我们把那个鸡放进去。喷气在楼上。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水放进去，就因为不是的太干了，嗯，啊，就普通清水嘛，啊，就是。嗯，好了，我们把那个盖子盖。哦，在这里啊！他在这里啊！哟，妮妮，你手上拿什么？番茄？番茄。哦，你在这里啊！你爸呢？哦，在这儿。好了，我们那个鸡烧的差不多了啊，还没有熟，还没有熟了，我们现在就把那个马铃薯、土豆放进去。那其实我们刚刚盖盖子没盖多久，有对吧？哎呀啊，两分钟啊，差不多。哦，你上次那个做的那个土豆，哇，好酥好软啊，我还以为你煮了很久那面。没多久，所以不要把那个土豆吃得太厚。过一点就好一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盖，大概煮5分钟左右吧。那个土豆也是已经刚好，那么我们把那个洋葱放进去。那个馅，因为它那个水比较稀。好，咱们就完成了。爸爸是帮忙关火的。爸爸负责拿进去，太重了，因为。要不要开个门？好，来，我帮他开。嗯。
A 你唔食鸡，你唔食鸡呢啲。我们有大盘鸡跟叉烧土豆，我婆婆做这个做了好几次，然后每一次都没拍，昨天想说拍一下，我婆婆前几次做的土豆比这个更酥，超级无敌好吃。喜欢土豆酥一点的朋友可以就是煮土豆时间更久一点，焖在锅里的时间。然后你看它，因为加了水嘛，还有酱，还有那么多汁，你可以泡在这个饭里面。好吃。我以前不是很爱吃洋葱，可是我觉得洋葱跟这些重口味的食物在一起超级好吃，好入味的。这边堆了我很多衣服，哈哈哈哈，冬天到了，衣服拿出来还没整理。那个，这个，我爸爸。